们就热情握手打招呼。韩国瑜现身政大东亚所50周年所庆晚会上，无论是所长还是校友兼好友的两岸学者张五岳，甚至学长学弟同学们，看到麦菜郎本尊，通通好兴奋。你先满足网红的需求吧。完全没有市长架子，韩国瑜就职前特地北上回母校，就是因为这里是他的最爱。全东亚所做的民意调查，没有一个比韩国瑜更爱东亚所。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，他半信半疑。说有多爱就有多爱。台上致辞，韩总笑容满面，似乎回忆起求学时期点点滴滴，更透露自己年轻时曾用最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对母校的爱。我跟大家报告。我这个结婚呐、拍新郎新娘照，第一站就是回到东亚所。各位结婚有没有拍过？你看我们对所里多有感情。维持以往的幽默诙谐，韩国瑜把台下校友逗得乐开怀。如今选上高雄市长后，仍不忘本，回到母校大聊往日情，也为系所50周年晚会增添韩流光彩。谢谢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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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